阿古佛知识。哇，没有这个景点，我被人潮带进来喽。看到两个，应该是神明吧。泥景，漂亮的樱花妹。他在整修。这一个塔，刚刚的入口，这是进香的路线，进香的路线从那边进去。买香。然后进去参拜，亲爱弟弟，弟弟快点，然后这边是参拜，然后这边，好，往这边走，这是参拜的地方。拜的地方。好，把保佑带回家了，走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不要忘记订阅。那新版神五天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我会在不断的努力出新版神的景点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喝一瓶饮料，这个口味就像台湾的芬达一样。我爱喝碳酸饮料。老师，我也要买一瓶。好喝。我也要自己买一瓶。现在要去的是通天阁，已经到了，等下到通天阁上面，观景台，还有通天阁商店街。鞋子还有好痛哦。